前几天我这个三角梅呢出现了蚜虫，出现蚜虫就有蚂蚁，蚂蚁呢从根部一直往上，出现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该如何处理不伤花呢？首先最简单的方法，用复虫胺。复虫胺呢是小胶囊的，使用特别简单，一小粒仅仅的撒在盆土表面，我们浇水，这个药物呢就会慢慢的溶解到土里面，消灭盆土里面的蚂蚁和土里的小爬虫。顶端的蚜虫我们拿喷壶把这个花朵上的蚜虫全部清理干净，有了这个小白药呢，室内吸行了，把虫子清理干净之后，虫子呢就不敢再回到这个花朵里面上去了，因为浇水溶解后，这个药物啊被植物吸收了，就能起到预防效果，用一次防治60天，这样呢再也不用担心你的三角梅有蚜虫或者是其他的虫害侵扰了。好了，喜欢三角梅的花友们，或者是其他盆栽植物的，这段时间如果出现蚜虫，用这个方法不伤花，而且呢能防治，用一次防治60天，这样呢再也不用担心你的花有虫害了。好了，再见。